这么累了。上回我们说到哪？零五一九，上次有说零五一九吗？哎呦，那个了。哎，这个就是村子吗？走完了，就是村子啊。哎，还有一个在上面，眼睛。我们再来看看有没有服气的鼻子。刚刚那鼻子我提。哦，变脸了。那时候是变脸了。不是，变出去。我在那边给你讲解。等下表演给你看，不定时表演。我要出去。对啊，然后他现在笑都不看我，好烦。还有一直很想变脸，一直都很想变脸。是这个吗？不是。是这个吗？是有吗？是这个吗？这个啊，这个吗？哦，游戏玩是这个，是这个吗？哦哦耶！哇！也太烂了。好红润啊，气色真好。年轻吗？雄厚。哎呀，你看你都不会怕哈，玩一玩，胆子都起来哈。哎。我。咦、欸？我现在好累哦。好水。你要睡？我想要心脏都体检，为什么不给我体检？你要跟他一样脸色红润才能去体检。哎，那个要紧啊！我心理建设抽血超久，对，超久还都累，整个就来。然后结果轮到我去挂号，他就说你可以不用，就改天再来之类。你就你刷我吗？埋着什么钥匙？记住，我还打算跟你做心理建设。你好像啊，好想听哦。有七把。哎，你改了那个吗？干啥？我的来电大头贴了。他把自己的脸剪接到他的偶像的旁边，这样，然后叫我把他设成他来电的大头贴。为什么不行？莫名其妙。我也可以帮你们哦，你们觉得谁很帅？就电话打，我就很不想接。你就可能旁边放一堆零零后，就哎接，喂喂，喂，你好，人家好想你哦，你终于来电了，还是说我跟你分手？每个人都跟我分手。妹妹，那个是他妹，李奶。他妹不是被可乔吗？啊，姐姐。妹妹，你在这里，你去哪里了？姐姐，叫我姐姐。姐姐，别开玩笑了，快回家去。你妹不是？他不用确定，他不用确定他是不是人吗？很危险，但很危险，你自己才危险呢。姐。啊，都是你的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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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会。哦，好难走呀。所以他妹妹是一个妹妹，你在哪里？这个雾有点大，他帮妹妹埋起来。超大的雾，可是左边有东西对吧？那个那口井，这个，从那边上去。哦，好啊。就是错过这个小 A 存档的下。哦、这样我想再存一个档好吗？对，存档。从那条等于很难吗？哦，那个鸟居，鸟居啦，鸟居，耶！哇，鸟居呢？它那个井是盖起来的嘞。对啊。把它掀开会如何？我掀不开呀。找李奶奶来帮忙。李奶奶是来负责杀你的。嗯。而且他怪姐姐，他跟姐姐吵架了，都没有和好。荣幸的父母无法睡着。客官要去哪儿好呢？爸爸去哪儿？哦，那个我有看，还蛮好玩的。林志颖的小朋友叫做 Kimmy， 那怎么办呢？啊，我卡住了。嗯，是我们刚刚是为了确认那里。然后呢？没东西了吗？奇怪。啊，然后嘞，我卡关了。他要不要找一张椅子坐一下？腿好酸，四处都椅子，好干。怎么办呢？我们就来看个鸟居。然后呢？可是雾太大，好难看。等一个人咖啡，等一个人。上映哦，在集美女中上映了、哦，快上映啦、啊，在集美女中那边开的。这是自助性形象。对，可是听说很贵又很普通。坚决他。在动物大学开的。没有动物大学没有那种东西，动物大学也没有绿盖啊。
大大的马铃薯给结束。哇！My friend， 不要一直炫耀，他害我脸很苍白。你脸是黑啊，你脸不可能变白啊！自己讲自己苍白，好意思吗？也黑，希望我是苍白。他为什么一直出现啊？通常你看他的鞋子，阴魂不散，炫耀吗？就是哎、欸，你看我那么红润。该去抽个血，是走完钥匙吗？他其实脑充血。他觉得你在那里绕太久了，他想说你要绕什么时候？他里面有跟我讲指标啊，就是的。对啊。可是钥匙好像拿完嘞、欸。对啊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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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去给他，这个是烫头发的吗？哎呀，不知道呢。上面还有一根头发。各位忠实的观众，这个是烫头发，早就有人看到。限量一组，要买要快。上面附一根毛，定价两。你红润的脸他出来了。先生，你要买吗？买几组？我们只有一组。他看起来没什么头发。实用啊。为什么够？有没有人要教我啊？你为什么卖的人不知道怎么用？啊、哦，没有说服力。这个可以拆开，然后你就把头发上转。你看是分离式的，分离式的卷在上面卷着，然后再把它，然后再卡住，卡起来。那你就会变大波浪。等我们闯完关之后，我的头发就会变卷了，是这样吗？感觉要电到，真的假的？没有，不知道。哎、欸，我卡了啦。